德国外长呼吁欧盟修改其移民政策，包括设立一个边界保护机构，以确保公平分担难民负担。在移民热点地区设置初级接待中心是必要的，但还不够，我们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分担体系加以支持。施泰因迈尔周四在雅典会晤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，更多的难民正在抵达那里。大约150名叙利亚人在海上被一艘土耳其船只营救后送往希腊的莱斯沃斯岛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，包括儿童在内的3000多名难民在横渡地中海时候丧生。我以为自己会死。希腊一直是大多数难民从冲突不断和贫穷的中东、非洲和亚洲逃往欧洲目的地的通道，他们为此付出高昂的费用。2050欧元，一个人的价格。上个月，欧盟批准了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摊安置12万移民和难民的计划，但是加入欧盟的东欧新成员拒绝分担难民负担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。